政。梁繼昌議員，多謝主席。多謝黃國興議員又嘥咗我十五分鐘時間。咁呢個十五分鐘時間呢，我係10,000蚊一個鐘，又嘥咗2,500蚊，根本就唔係咁介意啲數，係咪？嗱，357,795,000，黃國興議員，我都唔知呢條數係點計啊。其實只要呢個地球繼續存在，呢個時間繼續，呢個空間繼續，嗰啲錢不嬲都會喺度㗎啦。我哋啲議員不嬲都要係咁多人工，在乎我哋做緊啲乜嘢。主席，我根本不明點解黃國興議員成日講話呢個3,000多萬係嘥咗，嘥咗去邊咧？咩叫嘥咧？即係其實好多同事嘅辯論，佢哋作出嘅修訂，雖然大家未必贊成佢哋嘅內容，但亦都有好多內容係值得我哋深思嘅。所以咧，我哋計呢個成本嘅時候咧，我哋計數嘅時候咧，就計個機會成本 （opportunity cost）。嗱，如果你話唔坐喺度聽辯論，唔坐喺度進行呢個開會嘅時候，你會做啲乜嘢更加有益、有建設性咧？我諗大家都唔知，冇一個答案。所以咧，主席，第一咧，我發言咧就係、是、我同莫乃光咧都支持呢69項嘅納入第一樣嘢。第二樣嘢咧，我就以正視聽主席。呢3,570萬同7,390萬咧，呢啲數字根本不存在嘅，而喺任何嘅商業嘅 model 底下都計唔到呢啲數字出嚟嘅。主席，我謹此發言。有冇其他委員要發言？